卫生间的垃圾桶一定要挂在墙上，这样方便打扫卫生，最好有盖子，避免尴尬纸巾，减少异味。两种开袋方式使用起来非常顺手。另外还有一个挂钩，可以挂在橱柜门上，这样就不用弯腰摘菜和削皮，扔水池垃圾也不会滴水滴到地面了。